火车特洛伊。你好啊，特洛伊，你要去汽车城吗？哦不，你怎么了，凯蒂？哇，大楼的一部分掉下来砸到你了。情况确实不妙，得有人做点什么了。你能造出一辆可以帮忙的新车吗，特洛伊？太好了，让我们见见我们的新朋友吧。嗨，泰迪。城里有座大楼快塌了，这对于汽车城的所有车辆来说很不安全，你有什么好主意吗？太妙了，我们行动吧。我们该组装什么车呢？你确定要组装这个吗？这个怎么样？太好了。好的，特洛伊，我们出发吧。我们先卸下这些部件。妙极了，特洛伊，这是个拆卸起重机。有什么问题吗，特洛伊？我们少了什么吗？你说的对，它需要一个落锤。可以了，它现在就组装好了。你好，拆卸起重机，很高兴见到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戴恩。欢迎来到汽车之城。特洛伊，戴尔可以用他的落锤把那栋大楼拆掉。戴恩，我们有个任务要交给你，你可以帮忙吗？快，时间不多了。嘿，凯蒂，特洛伊带着新朋友回来了，跟戴恩打个招呼吧。戴恩，这栋大楼快塌了，有些碎片滑到了凯蒂的头。你能帮忙吗？太好了，开始工作吧。好的，戴恩，摆动起来，后退，凯蒂。哇，干得漂亮，戴恩，再摆动几次你就成功了。哈哈，你们俩的主意真棒。很好，就是这样。现在这栋大楼不会伤到汽车城的其他居民了。谢谢你的帮助，戴恩。再见，特洛伊。再见，朋友们。
火车特洛伊。你好，特洛伊，让我们去看看今天在汽车城发生了什么。哦不，特洛伊，这个建筑并不安全，小心。伊森，艾德加，我们可以做什么来防止建筑物倒下呢？你们有什么想法？马特，弗兰克，对这个老建筑说再见挺可惜的，但我认为我们需要把它拆掉才是安全的。你是对的，特洛伊，我们需要去仓库找一辆新车来解决这个问题。大家请保持冷静，我们很快就会带着帮手回来的。好吧，让我们见见我们的新朋友。哪辆车可以帮我们拆掉老建筑？赛车、垃圾车、拆迁起重机，那很完美。拆迁起重机将能拆掉这个老建筑。他来了，让我们把这台拆迁起重机运回城里。让我们先卸下零件。哦，这太神奇了。嘿，拆迁起重机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丹，欢迎来到汽车城，丹。特洛伊，丹使用他的撞击球来拆掉老建筑。丹，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工作给你。汽车城有一栋老楼要塌了，你能在它伤到人之前把它拆掉吗？太棒了，让我们开始吧。马特、弗兰克，打开你们的灯和警报，来警告大家离开这里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可以开始工作了。丹，用你的撞击球来拆掉这栋楼。很好，继续。
干得好，丹！哇哦，楼已经全部倒掉了。现在，伊森、艾德，你们能清理这个烂摊子吗？完美，街区已经完全清理干净了。好主意，特洛伊。施工队，你们的下一个任务就是在这里建一栋全新的楼。再次感谢丹，再见各位，回头见。再见，朋友们，下次见。